近日，在新年之际，青年演员肖战频频营业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肖战在新年三天已经连续营业，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大家送祝福，非常温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细心的粉丝发现肖战的发文时间藏有猫腻，肖战不仅仅是温柔，还非常细腻，这样的大男孩怎能不让我们喜欢。原来在营业的同时已经连续三天给我们送祝福，从除夕到大年初二，每一天都有祝福，希望大家虎年大吉，平安顺遂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。作为粉丝，大家都在评论区表示能够遇到并且喜欢肖战，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支持肖战，一起期待肖战的好消息，做公益慈善非常有意义。而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本身也是一位温暖的正能量偶像，在肖战的正向引导下，粉丝公益效果显著，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和认可。此前官博评选年度十大正能量粉丝团体，肖战粉丝排在榜首位置，实至名归，毋庸置疑。当然，肖战已经连续三天营业了，希望肖战继续保持。新年还没有结束，2022年刚刚开始，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多更新动态，看到新鲜的肖战我们就非常开心了。这些天肖战经常发视频给粉丝送祝福，我们也会将美好的祝福送给肖战，顺顺利利，未来可期。细腻且温柔，肖战值得喜欢。